白象不会是咱们公认的良心企业，他们家新出这个酸辣粉啊，19.9块给咱发6桶，给你们倒出一眼看一眼这个分量啊。说实在的，他们家这个价格啊是没什么佣金的，但是我也特别乐意带他。他们家这个粉啊真的是实惠好吃，量还大，这就是一桶的量啊。你们多泡一会儿啊，泡出来就是满满一大碗。嗯，吃起来啊酸酸辣辣的，够酸够辣。他们家这个粉啊就是那种很地道的川渝风味，辣而不燥，而且它是非油炸的。它是完全不含胶质的，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，这量真的特别足。你们有晚上不知道吃什么的，你泡过这个好吃还方便。它这个豆皮儿，还有这个花生、胡萝卜，这个配菜都是这里带的。它这个红薯粉特别的出息，你看泡出来特别的多，一定要记得喝汤。它这个汤是骨汤熬制的，每一口都是非常的醇厚。嗯，够酸够辣，老过瘾了。